价值。那我们有一种复兴的生活，就带进一种变化的，带进生命的变化。这个变化，也就是什么？也就这里说到的，乃是啊，生命的更新哦。更新之后就有流入，流入之后啊，就叫我们过一种实行神命定之路的生活。这一切哦，对我们来说就变得非常的自然。那个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过机器人成心吗？你有没有看过机器人呼求主名啊？那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他也呼求主名，我们也呼求主名。那不一样在哪里？不一样就在于我们的灵。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每一个操练，我们也能够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操练，来享受神。很多的时候啊，我都觉得主啊，我们好像是机器人，好像我们都是为着应付一件的事情，但是却不是什么，却不是生命的灵。那今天哦，我想这边的信息的负担，完全就在说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，一切操练的结果都是叫着。为着我们能够更新，这个更新带进一种的结果就是流入，流入基督，叫人啊摸着我们身上有神。我觉得主啊，我今后的操练啊，不是只是为着让我的这个上班啊更有精神，我的操练啊不是为着让我读书的时候啊这个心思更清明啊，不是为着这一些外面的目的。而是为着我能够成为一个适合实行神属天之路的人，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我能够与神同工。我里面啊是一个蛮有神丰富供应的人。